我们不是不听，都是那什么。二狗，抓住就好，抓住。我那说咋的？抓，你肯定抓，给他叫上，给我幺幺零。我们不是不听，这不这是啥用的长？都咋的呢吗？不给网不合理，网就不能走。来，我走呗。不走。咋？我就走了呀。来，我就走了。我就走了。拿包去，我就走了。那我有病，我干啥？我搬出去。我东西我走了。不走不走。我东西我干啥？我走啊。我自个儿能搬。对，我的不合理，我可以不动吗？再说我也不是为不签呐。我早就开始签呐。我不只是在我跟你说这，我不是这家房主。不是王主吧，这东西是我的，我要留下来我没告诉我，他要告诉我，我也不是不签。你听我说，就说你说的没有东西挂啊。我说这问题没解决吗？他东西他房主他没告诉我，那怎么办呢？共产党那怎么办呢？我就听共产党这么对待我吗？刘耕来，你让刘耕来跟我说话。来幺二零，听不听？刘耕呢？你要刘耕来。幺二零的吧，还怎么的？找啥？现在有牛搬农，现在有牛搬农。幺二零叫没叫？问幺二零叫没叫？叫没叫？幺二零叫没叫？叫幺二零。打电话。来，三号楼，来。再往右搬东西。再见。三号楼，再不搬，不用搬，不用搬东西。再有再有东西。来，我拿我东西。走。走啥？走不走？不走，不走。来，抬走。还是你听我完了。那啥吧，这台行啊，抬走了，抬走。